的一只野生的大企鹅，空鸣掌，神速二天一流。小米，快来救我！这个菜鸡小先生，这么热还打什么游戏？快回家写作业吧。对面宫本武藏把我打死了，还骂我菜鸡小学生。别这样，我们就算是输，也给你就是打，那就听我指挥。你们抱团推塔，我等等。又是这个菜鸡，开招！神速！队友快来救我！漩涡之门！居然叫人！哼，先不撤。闹了！什么？人面之神！完了，来不及躲避了！没关系，我的队友已经快推到高地了。什么？你们这样是赢不了的，我的队友快推到水晶了。我们没想赢，只想告诉你，游戏可以输，但是吃富旅山不可以。